说，看到流星的同时，如果马上许下心愿，那么心中期盼的愿望就会实现。要是这个时候又有流星，那有多好啊！真的有流星哎！我要赶快许个愿。希望呢，我可以打破我的爱情魔咒，找到一个一辈子爱我的真命天子。我可以打破我的爱情魔咒，找到一个一辈子爱我的真命天子。现场的神秘嘉宾，各界都猜测这位神秘嘉宾极有可能是他传闻中的女友，也是合群的青梅竹马 Rita。 玉成哥 ，Rita， 你来了。
何群这段表演结束之后，我会安排你上台。你现在是何群最神秘的女朋友，媒体对你好奇到不行呐、啊。所以我这做经纪人的呢，就打算送媒体一个小小的礼物。来。麻烦你了，阿哲，我就要上台成为何群公认的女朋友了，你会来接我吗？何群的新歌发表会，我现在就要去现场。Vincent 哥会公开我是何群女朋友的身份，为他的新专辑造势。你一直都是他的女朋友，公开的很好啊。你跟何群都知道，我从小就是喜欢你，到现在都没有变过。我实在没有办法待在何群身边，却做不到真正喜欢他，这对他、对我都不公平。那也不干我的事啊！我相信，当初如果不是因为小柔，你会选择跟我在一起。我说过了，不要再提到小柔。阿哲，这是我第一次跟你正式表白，但也是最后一次。所以，如果你选择接受我，就到会场把我带走。如果你不来，我会了解那是你的决定。记住，从今以后我会是何群公认的女朋友，我不会再离开他了。来不来，随你。接我女朋友。刚才是何群带来这一次的主打歌哦，好不好听啊？那么现在接下来呢，我们现场即将要出现一位神秘嘉宾哦，他要来带给何群一个 surprise， 他就是何群音乐中永远的女主角 Rita。果然不出大家所料，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何群的神秘女友 Rita。 何群的经纪人 Vincent 向来擅长炒作话题，今天的新歌发表会果然惊喜不断，看来明天的各家娱乐头条一定都会是何群的相关报道。恭喜，发表会很成功。你的出现真特别。谢谢 Rita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，而且首度在媒体面前亮相哦，让我们有机会见到何群传说中的这个神秘女友的真面目哦。那么相信何群的音乐呢，也是因为有 Rita 的关系，所以呢才能够那么的有生命力，而且永远的撼动人心。我们再一次谢谢 Rita 来到现场，谢谢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呢即将要来欣赏何群的第二首主打歌《痛彻心扉》。Thank you.
的住处，围困我笑也不回，茶也不思，一个人晃晃又呼呼。相爱的国度里没有人居住，回忆混乱我的脚步，阻碍了出路，证明了你的自私，你的贪图，残忍的看着我无助，平淡的回忆。傻瓜，看电视看傻啦？公众，好帅哦，何群哎，真的是超级大偶像，极了，真的是何群呢，好帅哦。合群啊，对，你们呢就是应该要合群一点，所以呢跟我一起看新闻。爸，不止我们要看呢。来喽。老板，该合群的是你，我们都要看合群。对对对。有没有合群？这个人是谁啊？有什么好看的？你真搞不懂。亲爱的孙女小诗，她恋爱成功纪念日的礼物，微笑 pasta 送客了。挑得好。哎爸，好什么好啊，这可是我这个做大嫂衣服。哎啊，那还奇怪了，穿在你身上不好看，就穿在她身上好看。哎，好看好看，漂亮漂亮。哎，小诗，哥哥，你这还没出门，还是已经被那个交往快满三个月男朋友给甩了？哎，陈明，哥，你少乌鸦嘴好不好，我还没出门呢。宝贝啊，你要不要少吃一点？要憋气，扣不上了啦！来，吸气，吸来，哎呀，快快快快，再忍耐一下，忍耐一下，吸，很好，快再忍耐一下，快好了，快好了，哎，很好，对嘛，你看这样就有胸部了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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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好，
好看，好看啊！秦兄，秦兄，对，正好正好。哎，小诗啊，来，小诗啊，爷爷特别为你做的这盘面，还给他取了个新名字啊，叫做《爱恋九十年》。爱恋九十年呐？没错，管他是3个月还是90天，只要吃了爷爷的这盘面呢，保证恋情超过90年。哎，小诗啊，小诗啊。你今天一定会打破恋爱永远不超过3个月的魔咒。哎，小诗，把握这个，再过10天就可以庆祝你们交往满百日喽。秦桧，你是白墨你吗？乱讲！别！啊，宝贝。对，还有这个啊，你熬了一整夜 DIY 的礼物啊。对哈，我差点都忘记了哎。这次你放心，我一定可以打破魔咒，而且我今天去见他妈妈哦。真的假的？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啊！他说他今天带我去见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，不是他妈妈是谁？嗯，太好了，丑媳妇终于要见公婆了。千惠，小诗啊，既然你都要去见人家的妈了，哎，你是不是找个机会带她回来，让我们大家看一看呢？还是要看今天有没有被甩再做决定。哥。你不要看不起我好不好？我今天就会带他回家。不可能！如果我今天没有带他回家，我就不回家。你口说无凭的嘞。想怎样？没怎样啊。输的人就扮意大利面超人，站在门口跳肚皮舞招客人，怎么样？谁怕谁呀？哼！我是程小诗，一个被爱情魔咒缠身的大三学生。我的爱情魔咒就是恋情永远无法超过3个月。这对一个20岁的女生是多么残酷的一个魔咒啊！但是这次不一样，今天是我跟男朋友 Peter 交往满3个月的日子。他说今天要带我去见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，所以今天就是今天。只要过了今天，我就可以破除这个爱情魔咒了。程小诗，加油！气氛刚好，期待甜蜜的表白，适合心。星星铺满整条街，月光也来分享喜悦，心同心。等我一下。演唱会结束多久了？对啊，我们等最久，每次都这样，是不是要闹脾气了？马上就出来，他换个妆，给他一点时间嘛，马上就出来了 ，OK。Sorry， 我不能再陪伴你了，因为我无法不喜欢阿哲。Hope you understand。哎，各位朋友，让我们欢迎何群。有任何问题，请开始提出来，谢谢。今天的新歌发表会很成功，相信你对年底的亚洲巡回演唱会一定更有信心吧？现在心情如何？开不开心呢？说话，对啊，没错，你之前宣称说你要转型为创作型歌手，可是这张专辑里面好像都没有收录你自己写的歌哎，你真的会写歌吗？对啊，到底行不行啊？对，是个谎言。刚才你的女朋友 Rita 特地到场献花给你，可是最近网络上谣传，其实你们早就已经分手，而且还跟一个地下乐团的乐手在一起，你知道这件事情吗？你们今天这样安排他上台，是为了炒新闻吗？还有传说那个乐手是你弟弟，是真的吗？又来了！稍安勿躁，请就坐。由我这个经纪人呢，按照惯例来回答各位的问题。
来跟上去看看，快点快点。只有一个红绿灯的时间跟你说，太浪漫了吧！一个红绿灯的时间跟我告白，天哪，不会连秋温都一起来了吧？好啊，你说啊。这是我们交往第七天，亲手为我缝制的包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出去，你帮我们做情侣娃娃。情人节，你帮我缝制的枕头套。还有，这是。这是你刚送我的什么？什么陪伴娃？这实在是太多了。这些都是你亲手做的。你都记得啊？原来你那么在乎我。这不是我要跟你说的。这些东西我根本连用都不敢用，我根本就不敢带出门。这不是我的 style。他才是我的 style。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，而她也是我今天所要带来见的那个人。她不是你妈妈吗？怎么会？总之，我们分手吧。消失人海里面，我的眼终于失去你的脸，再等一回，奢望流星会出现，愿如果真的实现，爱能不能永远？明天或许来不及变，但曾经走过的昨天越来越远，没惊喜的眼泪，说不出的想念，原来我们活在两个世界，没惊喜的偷看着爱不见。
整个宇宙都亮眼。我们的地球共同体，我们一定要成为全世界最棒的呗！等一下，这首歌那叫什么名字啊？是在北极星的眼泪。北极星的眼泪，北极星的眼泪，太棒了。就叫做北极星的眼泪。小柔，你是未来的新娘。抱一下啦，抱一下，抱一下。你在说什么，娘子？抱一下，为什么要？抱一下，赶快跑！阿哲，跑快点啊！跑快点啊！阿哲，你太逊了，跑快点！喂，你又不开心了？我知道你喜欢阿哲，可是……哎，别忘了，和弦吉他弹得好，可也唱不出小柔啊！所以我们家一定是最棒的。哥，你慢一点啦。小罗跟不上，喂，后面的怎么这么慢啊？哎，小罗，小心啊！小心啊！你不觉得这里很美吗？何况那桥还在修，不走这里怎么回去啊？小心！哎，把小罗先给我。阿哲，不要过去，水好急，好恐怖啊！小罗，相信我哥，把手给他，来，没事的。不要，抓紧啊！小心。抓到了，就是这样啊！很棒哦，来，小龙，太神了！神经病，太白痴了！太白痴了！向导说你了不起啊你！又想偷拍，超人站在门口跳肚皮舞招客人，怎么样？哎呦，肚皮舞！爸爸！我不想丢意大利面超人了。这女人要负责，哎，是独家。
小姐，小姐，刚刚他对你做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你要他负责任呢？哎，对啊，对啊，你跟他到什么关系啊？小姐，小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赶快记录一下。不是，你跟我讲，你叫我多久了？哎，小姐，你刚刚怎么那么亲密啊？在大街上这样亲亲抱抱，快跟我走。去哪里？走啊！哎，小姐，不走。你还没有跟我讲说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放手，小姐，我警告你，放手。小姐，不要走，小姐，你不要走，我还没问完呢，小姐。走了，还没跟我讲，不是，哎，等我，哎，走了啦，走了，这是我的裙子，要拍了，你别拍了，走，快带我们的回家，不要跑，哎，你这样子到底怎么跑？要跑到哪里去啊？你把我带走，真的是因为我，还是因为何群？很重要吗？这不是你要的结果。何群送你的。已经把他从我的生活中丢掉了。我没有叫你这么做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跟他在一起六年了，而且他是你哥。别提他是我哥，他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失去最珍贵东西的痛苦。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他明白的。你待在车上，我去帮一个朋友拿回东西。要的东西带来了没有？有本事的话，自然会给你。啊！我要定。
东西呢？我手上拿这么东西，你还跑那么快？你真的很没有良心呢！下去。阿哲，又在勒索。阿哲学长，阿哲学长是十七个曾经跟我交往过的男生中我第一个喜欢的人，因为他在我进入顶峰大学第一天救了我的命。是行程啊，这里是标枪的区域，小心一点，我不是每次都可以救你的。陈小希，原来这就是你的新男友。阿哲学长，他不是啦，你不要误会。他，既然你已经另结新欢，那我就没什么好愧疚的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，因为他喜欢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那你呢？你喜欢的从来就不是瑞塔，是小。闭嘴！他早就已经不存在了，就因为你，他早就已经不存在了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再提以前的事情，我想知道的是现在的事情。瑞塔，我要听你说。你一直都知道我从小到大就是喜欢阿哲，我不想再骗你了。对不起，我不能再陪伴你了。
这就是你想知道的答案。我知道了。拿出你的真心，好好的对付他。要是你敢伤害他，我不会放。还有，我真的没想到你已经沦落到要靠勒索来混日子。当初是你自己要离开家的，最好不要给我混不下去。你不懂就闭嘴。我说的是我看到的。那也不关你的事。你只要顾好你的新女友就可以了。你知不知道你的新女友很特别？跟她交往过的男朋友都不会超过三个月。希望你能够破这个记录喽。对啊，她就是我的新女友，而且我会用我的生命好好的去照顾她，去呵护她，去经营这段感情。我们之间的交往肯定会超过三个月。走吧，陪我去拿车。找死啊！如果你不愿意收留我一个晚上，我死不死也不关你的事了。少爷，少爷夫人他们回来了。他爸爸是校医院的医长何梦圆。哎呦，难道？我告诉你哦，如果你被大家认定你是个花心大萝卜的话，何寻的演艺事业到此结束。我想到一个办法，何寻唯一正牌的女朋友是他，同时也是他的未婚妻。刚电视上看到何寻和陈小希，是不是让你对何寻的不舍跟这个戒痕一样，暂时不会消失？这女士，既然来了我们店里面，就该吃我们店里头最正宗的意大利面啊！这就是微笑派，不错啊！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商业到了极点，根本不敢接受别人的批评。你是我女朋友，不相信我做决定的话，那或许你跟我该重新考虑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我见面的时候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，好像又可以重新出发一样。我猜呀，富贵妹，你应该喜欢上我了吧？如果没有陈小希，我们可不可以重来？陈小希，一定要找我吧。我转身让你换着火，你全心用尽我宽容，为什么连谎言你也刺破？为什么